北京最大的优势啊，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科技的优势。顶尖人才、最好的学科和最佳的 CS 有一半在北京。北京研发投入我刚才讲了，那是6.17%，位居全国，稳居全国的首位。那么从创新活力上来看，北京也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城市。我们每天啊新产生200多家创新型企业，创业投资金额和案例数都占全国30%左右。大家如果看科技创新的 VC 和 PE 投资化，全球的城市北京仅次于硅谷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